各位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礼拜五 C-Hub 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同声，我们一起来为台湾的疫情来祷告。今天我想要邀请大家特别来为一件事情来祷告，就是最近政府好像通过了最新的一个经济纾困的一个预算。我们真的是来求主祷告，我们真的是来跟神祷告，真的是求主赐给台湾的政府真的是有恩典，能够度过这个疫情的这个难关，也求主赐给政府的首长智慧，能够在面对防疫的问题，还有这个经济恢复的问题，真的是有智慧能够来将台湾能够回归到那个正轨上。好，我们一起举起你的双手，举起你圣洁的双手，我们一起再来为台湾来祷告。好，请。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成为我的力量，无论是在职场上或在学校里，真的是成为我那依靠的力量。面对疫情，疫情的困难，还有好像这最近的疫情的延烧，主啊，你真的是让我能够一直定睛在你的身上，帮助我们真的是向山来举目，仰望着你来祷告。因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主，你的话语和能力是让我坚固的一个力量，主啊，谢谢你，愿你真是来祝福政府的首长，主啊，你真是赐给他们智慧，能够在这个经济的复苏上，主啊，你真是让他们不分彼此，能够来为着民众来的福祉来着想，主啊，谢谢你，主啊，也特别的为在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来祷告，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你赐给他们平安。主，你赐给他们平安，主啊，你也为着这些最近一波的得到那个阳性，那个筛检阳性的每一个人来祷告，主啊，你真是让他们经历你的医治和平安。谢谢主耶稣，谢谢主，主啊，你也保护我们，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让我们不怕遭害。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下来我们要一同为着中国大陆来祷告，我们真的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真的祝福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整个不论是总理或者是行政官员上面，主要真的是让他们，因为我们在陆续最近近日的新闻中可以看得到，他们物资短缺，真的是有陆续很多的城市开始封城，那我们真的是求神的恩典要临到，求圣灵再次带领中国的每一位百姓，属神的百姓，还有不认识神的百姓，这样呼求耶和华的心智要临到整个中国大陆的神儿女里面，真的要在因着很多城市因为疫情蔓延而封城，也导致经济有遭受到影响，真的在这个危难的日子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求神垂听我们和中国属神的百姓的呼求，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感谢你，主赞美你，主要真的是为了中国大陆向你来祷告，主要真的是为了最近很多的城市开始封城，但是主要真的是愿你真的是在帮助当地的政府的每一区的一个掌权的人，主要真的是让他们真的是能下达正确的命令，主要真的能够让他们的物资能够完全的发放到百姓的身上，主要让他们真的是没有，真的是愿你的公义要彰显在整个物资的运送的当中。谢谢主。
主，是的，我们就向你祷告，主啊，你来祝福这些政府的官员，主让他们有一个决策，主让他们知道有一个真的有知道怎么样的效率，主真的让所有的物资能够尽快的送到每个里面。是，我们也祷告，主没有任何拦阻，我们也祷告，不论是这个运输业，我们祷告求你祝福，让整个的运输业都不受影响，主人员的配置各方面都不受短缺，主让那个网络上在订货，主都不受影响，主我们就向你求，你真的来祝福，主你也保守每一个人的心，主人的心，主真的让这样子，真的是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真的让这个先把这个事情能够安定为止。所以我们向你祷告，你求你来祝福，谢谢主耶稣，阿门。所以主主要特别是在这期间当中，主要愿你真的是保守每个人的心的当中，是，主要不论是百姓或者是医疗的人员，主要让他们真的是在。整个当中真的是就是以人为重要的，是，主啊，也愿你这次来特别在呼求，特别来感动更多的属神的百姓，主啊，真的是一同来呼求，主啊，真的呼求他们，让他们的环境都是完全的被神所改变，主啊，真的是神迹要不断的预计在整个中国的上面，主啊，我相信你的福音这时候就要大步的开始广传在整个中国的全境的上面，谢谢主耶稣。是，我们就祷告，主啊，借着这个让更多的人心要向着你，向着你，主啊，你也祝福，主啊，祝福整个的真的是在中国的一些福音工作，主，我们祷告，主真的让人心有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我们也祷告你来借着这一阵子，主让中国内的里面很多的人基督徒要起来为他们祷告，起来为他们呼求，主真的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日子，不容易的日子，可是人却更多的来向着你，所以你透过各样的管道让他们来认识你。Amen。 主，我们祷告你来祝福媒体，主要祝福这个媒体业，主，我们也祷告真的是很多人开始上手机网络，我们都祷告你自己用同样的方式让他们来认识你。耶稣，我们祷告，主，你也相信有一些基督徒的配送员，你也透过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打福音传到那些人的里面。Amen。 谢谢主耶稣，谢谢主，我们就祷告为中国来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相信危机就是你的转机。Amen。 主，危机就是他们能够得着福音的开始。Amen。 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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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一起为着缅甸来祷告。缅甸的国家是以佛教为主，他们的基督徒约占6%的人口，长久以来是一直是受到宗教迫害的一个目标。缅甸仍然是世界极为贫穷的国家之一，政变加上疫情肆虐，包括了粮食短缺，这也导致许多人失去了生命，都持续威胁着缅甸的人民，特别是弱小的少数民族。而自政变以来，情况明显恶化。虽然缅甸处境如此艰难，但仍有许多教会基督徒为耶稣不放弃，坚守当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代祷，就是当他逼迫来临时，求主赐下安慰、医治与盼望，使神的百姓明白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们在永恒里的赏赐是大的。我们一起来祷，为缅甸来祷告。天父，主，感谢你，主，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孩子为着缅甸来向你祷告，主啊，愿你真的是当他们的逼迫那样的大，那样的多，但是主啊，真的是祷告他们的环境要因着你而有所改变，主啊，当他们有许多的教会跟基督徒为着奉耶稣的名不放弃，坚守当地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愿你来当，愿你来垂听他们向你的祷告。主啊，愿你赐下安慰、医治与盼望在缅甸的每个百姓的上面。主啊，也让神的百姓要明白，主啊，让他们能够，他们忍耐到底的，他们必然得救。主啊，愿你真的是在这时候特别彰显在缅甸这个国家当中。主啊，真的是被迫长久以来的迫害，但是主啊，愿你真的是透过他们的
赞美要变得不再一样，因为主啊，他们认识你的名，主啊，愿你正在帮助当地的属你的百姓，主啊，也求你正是让他们的军政府，主啊，让他们的心是柔软的，主啊，他们是能够没有在一些对基督徒的一些敌意，主啊，对人的生命也不再漠视，主啊，让他们的爱心要起来。谢谢主耶稣，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就像我们为着贫穷的国家以及粮食短缺危机的国家来祷告，我们因着疫情以及乌俄战争的整个情况，真的是造成很多的国家缺粮还有通膨，已经导致40,000,000人陷入极度的贫困的当中，真的求主怜悯与动工，这是为着各个贫穷的国家开道路，使国际人道救援不中断，恩待贫困的百姓有粮吃，而且他们的粮都是充足的，都是愿神能够救恩与盼望要临到这些贫困的国家，还有暂时缺粮的国家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感谢你，主赞美你，主要真的是为着这些贫困的国家，还有粮食短缺的国家向你来祷告，主要这是愿你来祝福在整个运送的过程，主要以及在整个海运的运送食物的上面，主要愿你真的是能够快速的将他们能够送往目的地，主要也真的是让那些食物不再有过期或者是腐烂的现象，主要愿你真的是能够配送完全的配送好到整个的一些国家的当中，主啊，也愿你来怜悯，愿你来怜悯在一些贫困的国家当中，主啊，让他们的百姓不再是挨饿的，主啊，让他们的让一些百姓是有粮吃的，都能够经历到神，主啊，你的赐予的玛纳的恩典，主啊，也愿你真的是帮助这些通膨的国家以及缺粮的国家。主啊，特别是因为疫情以及乌俄战争，主啊，特别是在非洲，主啊，真的是非洲有很多的国家，主啊，真的是因为战争以及疫情的关系，主啊，他们很多人都死去，都已经离去了，但是主啊，愿你这次帮助在整个非洲的国家。主啊，愿你来帮助，谢谢主耶稣，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